二必须先喝上一口。天色已晚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。我们还没吃饭呢，今天回城里了，给大家发货有点晚，我们整点吃的。不管多晚，那饭必须得安排明明白白、妥妥当当的啊！哎呀妈呀，今天整点啥呀？看看，年也过了，节也过了，咱这年货还有不少。哎呀，大虾呀，来点啊！天然大冰箱，还谁家有？不是我吹，走，回家吃海鲜。南方人比较会吃海鲜，咱北方人不会，咱也学学人家做粉丝开胃虾，是不是？来，咱家这粉丝行不行？那是杠杠的，这是正经土豆粉丝，哎、不像人家那个绿豆粉丝啥的，筋道透明啊、哦。咸咸啊、哦，放温水里泡一会儿，把这大虾头剪掉。咱们做开背大虾，那必须给它片开呀、啊。开背的啊，这用清水清洗一下，拿掉虾线。泡好的粉丝儿铺盘底儿，别管它行好看耐看啊，咱们先这么摆盘里。咱们来上蒜蓉酱，倒上蒸鱼豉油，上锅开蒸。前菜下锅，虾肉、青菜必须来点猪肉，来点四川香。来点小葱，颜色不错呀。小菜硬不硬是吧？一盘肉啊，出锅了。哎呀，这家伙，我发现像个鸟巢呢。最后啊，点缀点小葱花，点小芝麻啊。这边。铺点热油。这小菜儿这么地道，那必须得喝一杯。就这小菜儿，那不是过年菜吗？才吃呢。哎呀，这必须得整一口啊！你看一吃就把它破坏掉了。哎，这是吃的。哎呀，这肯定行啊。嗯，这菜儿必须先喝上一口。媳妇儿辛苦。哎呀。净整的虚的，给个戒指还是化了，一分钱没花着，是不是？不行，我得看看这个粉条什么样。哎，哇，这个适合给它割了开。哇，这粉条太筋都透明了。嗯，这是粉丝啊。先把上面虾吃完之后，把粉丝一拌。哎，老好了的。这个行啊，这虾还是比较不错的啊。嗯，它大呀。
这颜色也好。卤味儿，这夹子得拔掉。卤味儿，这个菜样子好看，那还必须得入味儿啊！快把这小葱啊和这个蒜蓉拌一拌，刮刮刮，调一调。不不不，形没了。形不重要，形就开始有用，剩下还得看吃。看没有，筋都透明透亮的。这一口也太是大个了，感觉这个味儿应该肯定很足。太像样了，这得来个大口。我来我来我来。媳妇你那小口不行，这必须得大口的。哎，嗯，这粉条太入味了。嗯，来点芹菜，这必须得来点素菜嘛。这是有菜有肉啊。哎呦，这一大块。美好生活，干一杯。嗯，我感觉你吃这一口感觉像炒粉儿的，那么香呢。